娱乐效果。统神冷静点。国栋的弟弟亚洲统神。亚洲统神。怎么办？我来颁奖。人怎么这么多呢？来来来，不要那么生气。独家哆啦 A 梦审判好吗？你来这边干嘛？丢人丢死人了你！不要脸了你，贩毒狗。是。好了啦，做做效果。这次星光电竞大赏颁奖典礼活动发生安排不适宜人员担任颁奖人的事件，体育署后续将加强辅导，避免类似情事再度发生。体育署经费补助支持电竞运动培训与赛事举办不遗余力，但是运动竞技绝对不能与毒品画上等号。中华民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这次举办的2023星光电竞大赏颁奖典礼是协会自主规划筹办的表演活动，并未向体育署申请补助，体育署也未参与活动规划，更未同意担任指导单位。体育署严正告知该协会，办理活动在未经体育署同意，不得擅列体育署为指导单位。这次星光电竞大赏颁奖典礼活动发生安排不适宜人员担任颁奖人的事件，体育署后续将加强辅导，避免类似情事再度发生。体育署的立场就是，运动竞技绝不能与毒品画上等号，政府对毒品零容忍的决心也不容置疑，未来也将持续投入资源，坚守毒品防治工作。